这一刻，请系全新高价手机 OPPO R9S 提醒您关注本期看点。此元宵佳节到来之际，欢迎大家收看新鲜有营养。各路豪杰大闹元宵节，笑翻全场。我是喝酒组合一中的易中天，辛苦一下，灯光给你了。元宵大剧上演，精彩绝伦。究竟什么时候才有站在庄我的怀中呢？好看的元宵节表演，电影《长城》有一段舞女人一起玩摩的双节棍击鼓，帅气可爱的小鲜肉。必须要吃的元宵汤圆。今晚一起过元宵。欢迎大家收看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我们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东哥，你印堂越来越好看了，怎么了？你看你印堂啊，印堂发黑发绿，对对对，蓝精灵，蓝精灵，是吗？嗯，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在这里要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元宵节快乐，元宵快乐。大家就聚在一起，叫欢欢喜喜闹元宵，没错，保证大家汤圆吃到饱，红包拿到软。闹元宵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每个
地方都不一样，中国幅员辽阔啊，东西南北各有各的这个习俗，它其实是起源于汉代，当时呢有上元节、中元节还有下元节，下元节上中下，然后古代呢称夜呢为宵，现在都说通宵，通宵达旦，对对对，啊，我们以前做一个运动啊，就是通宵达旦，哎呦啊，必须得四个人完成，没磨汤圆粉，抽筋了变成这样了，所以呢正月十五呢称为元宵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队，哎，这边呢绝世盛世美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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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娱乐圈最帅的三个就是这个。这边就是绝世孝心队，绝世孝心，绝世孝心。我们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对，打个招呼吧。作为我们队最帅、最盛的、最盛人的、最盛人的、最盛人的那一位。哎，大家好，我是王迅，在这儿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我是白色，祝大家元宵节快乐。著名的节目的王大锤，王大锤啊，对对对，王大锤大年初一还有新电影跟大家见面，大闹天竺在大年初一已经上映了，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啊，大家好，那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驴口常开，驴口常开，驴牙大呀，开牙的一个时候啊。接下来绝世孝心队，大家好，我是邝美欣，祝大家天天向上，天天开心，过年过节真情不错过，元宵圆灯笼，但是身材不能圆。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丽淇，在这里呢，希望新一年大家新年进步，还有就是元宵节快乐。谢谢。好，我大飞姐，大飞姐。我觉得其实我可以换一个称谓，就是大家好，我是天天向上常驻嘉宾李菲儿。没错，还真是，真是。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胖三斤，那是你，对于咱们喜剧明星来说，每逢佳节就必相会，对，你们怎么就会被评成绝世孝心呢？像我们天天向上的，戴军儿，你不是唱歌的吗？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怎么就提出？听说你上次上完我们节目之后。大量的小品啊相声都找你，找了很多，但是我一直都没上，去年一年一直在演话剧，这话剧叫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现在我已经归类到相声演员里了。你真能说相声？相声演员，开玩笑，那我们说一段让我们听听啊。对，相声是两个人说的，相声两个人说，那今天就别说了好不好，下次再来吧啊。王俊，你是我是因为就特别孝顺啊，特别孝顺，孝顺孝顺的孝。但是王俊，你以前好像是学过曲艺，说过相声，说过快本，说过双簧，演过四川的戏剧。老师们都改行了，因为他都怀疑自己。他今天特别为这个干出来才拍了电影。你会打板吗？会打，打快板。来一个吧。火，行，来走着，当当的叮当叮叮当，哎呦，哎哎呀呀呀，哎，此循环这样能打一年半啊，来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哎，你看这位爷是冬天不穿鞋，哎，鸡毛打领结，哎哎哎哎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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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哇，这个失传的手艺店这么好，真棒！哎，我为什么是孝心呢？啊，想问天，想问天，大弟，我也挺奇怪，我真的以为我是盛世美颜队呢。对，盛世美颜的，要不然来一个吧，来一个吧，你来一个模仿秀吧。哎，他这个厉害。以前特别喜欢看大张伟的节目，所以我就平常可能也是啊，大张伟，大张伟，就这么说话的。哇塞，哎呦喂，我这他说话有那么轻松吗？我这舌头被人剪了。特别喜欢看他模仿易中天，这谁都会啊。但是您肯定是最厉害的，让我们看看您有多厉害啊！先上那个保险箱的音乐，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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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家好，我是喝酒只喝易中的易中天，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叫《静止》。易中天唱大张伟的歌，挺难的，挺难的，对，所以呢，我得靠大张伟稍微带一下。没事，我不帮你啊，没事啊。来来来来来，寂寞围绕着电子催思啊，来啊，我开始还是先用大张伟的声音唱吧啊，这个，哎，行。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的两点半小时，面瘫是，说希望有人来陪我
度过末日，空虚敲打着一只，仿佛这世界已停止。我这嘴里有一囊，一直没嚼干净，是吧？嗯，你刚是那啥，我哎找不着。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垂死坚持，已静止。耶，差不多是这个感觉啊。三哥也知道，反正自己去哪哪就轮岗去了。参演过星爷的电影，哎呦了不起，大话西游，哎呦大话西游，真的有你吗？里面什么大话西游？鱼什么、啊、美人鱼、那个、是吧？那个那时候可能我还在上。好，重新来。后来白客呀就去拍戏了，哎，参演过星爷的电影叫美人鱼，就是参观那个美人鱼的时候，对对对，我就上来第一个出现的人物、啊、但可能就是我在里面就是用一个表情演完了所有的戏。一到元宵节啊春节啊，几位就是虽然说在这个荧屏前面给大家带来这种特别乐呵乐呵的，但是其实也有烦恼。对，但就是你过年有什么烦心的事？他过年特别烦恼。对，你说你，你说你，说他怎么就往我这儿？就是你把老唐，他是有孩子，开心的。像我们没孩子，没孩子就没事儿，就不用给红包。没就是没结婚没孩子就算小孩嘛，不用给岁钱。哦，所以是还可以拿红包。但是他每年发红包，就差不多他们孩子多呀、啊？没有没有没有，你们村里亲戚特别多。没有没有，我在我们家恰恰是小辈儿，你是小摇本，两岁左右的都。你管他叫大爷。对对对，跪下来求下来说祖师爷。所以我轮不着我给钱，我想发不出去啊我。那您自己的孩子小。小岁哦，两哎，但是我看他也像你们家小木木一样，对，就到处就只要一开口，那红包就来了，我就负责帮他管理，就等着收红包就行。小朋友嘴甜，特别招人喜欢。一过春节，他孩子出去拿的红包比他拍电影拿的还多。我涨价了，我人涨价，那是你说的那是王诗龄。你说你过年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家里人会不会说我儿子特别了不起？段子说讲段子，哎呀。这个是阿拉尼兹啊，老雷是一个吕兹王啊，弄雷啊雷啊雷啊，来预备起，雷啊雷啊雷啊。从小就最恨这个了。那个我哥因为真的是五音不全，什么都不会。然后他跟大人说：“哎呀，恭喜发财！”直接给红包。我从小家人就说讲个段子啊，唱个歌啊。唱歌。我每次就三五岁的时候唱完一首歌就拿到红包，特心酸，跟卖艺一样。那就不挺好的吗？就从小就有卖艺的感觉。你长大不也是卖艺吗？你说话不也是领钱吗？都是一样钱多钱少的事儿啊。心肝肝。没事，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啊啊！就像我们现在就上有老下有小，过年的确。就有个小小的烦恼，就是老想着过年要带父母亲去，因为我们太忙了，出去玩，然后又，但是呢，老人家跟孩子你要去同样的一个地方，你就要琢磨了，对，又不能太有时差，因为老人家倒时差，你还觉得挺辛苦的。小朋友没有小孩子两岁倒时差也挺辛苦的，对对对，小孩子特别怕折腾。我是今年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要准备去哪里，然后我妈就说要跟我一起去清迈，清迈也行啊，她就跟我去吧。然后等到我在定行程的时候，我妈就给了我一个名单，说这是我的老姐妹，她们也要去。哦，旅行团给了一个名单啊。戴军就看这个名单啊，100多人，没那么多，没那么多，直接拿发票不就完了吗？韩哥，对。问题是，就是他们的机票也是我出，酒店也是我出，去一趟清迈要转三趟飞机，去清迈去欧洲转机，对不对？对对对然后转回来到清迈。我们台有个节目叫《花儿与少年》，你直接自己拿个机器拍了得了。对，那个节目叫《戴军与大娘》，然后就是。我们特别感谢这个角色笑星爹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欢乐啊！接下来我们这个听完了这个笑话之后，我们要看看这个美丽的风景。对呀，我们要掌声有请盛世美元队。哎，来来来啊！哎呦呦，亲戚来了，常驻嘉宾。哎，来，哎，啊，嗨，嗨。那元宵节呢，就得闹。是。几位有什么有趣的故事，还有绝活？绝活有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听他们讲的时候，就觉得心里直打鼓，没有办法那么好笑。是吗？我们不是凭颜值在那边撑场面的吗？我们也要讲段子。这个也还好啊。然后不是，都不错，都不错，都不错。来，或者做一个搞笑表情，对，热闹就好。我们要做鬼脸。做鬼脸，我们大飞姐真是。对呀、啊。我就根本不用做好吗？没有。你打算就这样子混过去这一题吗？我就不用做，我站在这儿就是一个女鬼。那你再等三月清明时候来了。姐妹们，我们这时候不要勾心斗角，好不好？说做就真的要做，谁没事就先小猪。不是小猪啊，谁是罗志祥啊？我操啊！来，来三、二、一，走。我
天！我觉得菲儿还是有偶像包袱。你做了吗？菲儿真的做了吗？你做了吗？好，他做了，他做了，他把手都塞到嘴里了，舌头都伸出来了，舌头都伸出来了。我这怎么了？我动了胎气了，这是啊？哎呦，怎么回事？动了胎气？那谁知道一直直捂肚子？怎么回事？那边做常驻嘉宾的危险这么高啊？刚才说的这个祖国幅员辽阔嘛，每个地方过元宵节都不一样。嗯，就是你们上海有什么特别的？上海元宵以前呢，就是吃蛋。就是身上挂一个蛋，蛋怎么挂呀？身上挂个蛋，要是出门就甩着出去。哎呦，说玩蛋去就是你们那儿是吧？哎，玩蛋那儿。过年的时候啊，别人到家里来，哎，阿姨，前锋干什么去了？玩蛋。小时候嘛，小时候挂一个蛋，红绳编的那个袋子，哦，把蛋搁袋子里，对，这有讲究。然后搭兔子灯到处溜，然后蛋以前的兔子灯都不是电灯泡的，都是里面点根蜡烛了。哦，回头一看，兔子烧没了。下面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火烧小白兔，溜一圈。那在台湾有什么习俗？台湾的元宵节一定会有盛大的灯会哦。然后，譬如说今年的话，一定会有一个鸡的主灯，大家一定要看灯会、猜灯谜，然后吃汤圆。最重要是全家是一定要团圆，也就是坐位子一定要坐圆的。在香港呢，一般女生很期待男生要送花，意思是爱人要送花，很期待的。比如女孩子急，哎，你男朋友没有送花，你老公没有送花，是这样子的。啊，你们不是在情人节送花，是在元宵节送花？都要，对，都要，都送。东北呢？东北就吃元宵呀，吃饺子，饺子那三十儿，哦，饺子大年三十儿吃饺子。那你们就元宵里面会不会包个什么硬币、啊？包个饺子？没有，元宵里面包个饺子。哎呀，你是饿成什么样了？对，饺子里头包烧麦，哎，烧麦里头夹火烧，哇塞，好嘛，还是驴肉的，一个元宵这么大。就是三十的时候吃饺子会放一枚硬币进去，对，因为以前那个岁数大的吧，像我奶奶我姥姥都故意把那给小孩，他喜欢谁就故意塞给谁。对对对对对，你这么多年你吃下过多少斤？摇一摇，你吃你过几个？你现在整个是个铺满，对，弄得跟纯猪那个不是存钱罐小猪似的，就是有时候那个烫又感觉想得赶紧吃，就一下就吞了，咽了，我卡过好几回。是，那你幸运呢？啊，我还活着，对不对啊？其实他们几个人今天有绝活的。哎呦，琪琪今天带来的绝活。什么绝活？看人今天穿的鞋子，哇塞，别人看了绝对活不了。他的绝活叫做踢腿过头。啊，什么叫过头？就是疯狂壁咚，逮谁避谁，就是这种感觉。不行，我的腿都没那么长，怎么踢那么高？我会没关系，他会蹲的。下来，我也参加啊！我排在第四。真的，你真的别要。没关系啊，来，现在把我们主持人的真实身高展现在大家面前，他要踢腿，三二一。啊，踢吧，这样不危险？我的天哪！加油！踢什么？踢你的头啊！不是，踢什么头？真是的，哎，不是踢他的头，不然这节目竟然卖头，麦苗长不高。要顶碗，然后他把碗踢下来，把鞋搁上去，哎。琪琪，你是要怎么表演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大家开心嘛，你受一对受我一腿。反正你开心，先从大张伟开始吧，要不？等一下，大家开心了，对，您开瓢了，没事，得嘞，开瓢。我这刚得的大戒指，对不对？为了这个，怎么都会来啊，得拼了。我，琪琪，你以前练过这个吗？没有。量一下，何必呢啊！来吧啊！再踢一点点好了，可以吗？我真的会踢到你的鼻子，真的。没事，完了，都是手术后，来吧。哇！没有效果，真的踢到头嘞！哎，这跟被开光是一个意思吧？应该是，你被他用脚加持了，开光了。你现在觉得世界怎么样？哎，我觉得还行。哎呦，这个才艺就这么，这个才艺就这么垮了，就这么过去了。哎，整段垮掉。过年吧，差不多了。你太矮，你能高一点吗？没有，垮掉。矮的话，我反而很难。王一博，他说矮的很难，高一点的合适。你也刚得大戒指，对不对？王一博也得了大戒指，高一点，大戒指。一博。一博来了，来这么着扣着好一点。哇，好害怕！这么高可以吗？这样会不会太高？你可以高一点都可以。高，这么高啊？可以的，应该。真的吗？直接。哦，又一
次踢到头，哎，又一次踢到头。王一博，快碰瓷儿，你养我一杯啊！你怎么碰瓷？这俩2017年的工资啊，什么都归你了啊！哎，对对对，特别难碰到这种碰瓷儿的机会。大张伟到我们节目组都快一年了，找不着这机会。终于要碰瓷了啊！太好了。养我，可以把我带到香港，带到香港去。其实乃馨也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你要不要说个什么笑话给我们？你看我刚刚看琪琪来这个踢腿过头，当场就觉得输人不输阵啊，对吧？对。那我们要来五个大刀什么的，不然人家会觉得我今天站在这里。五大刀，五大刀。对，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到这儿结束，再见。五大刀，五大刀，我们就不参与了，你自个儿玩你自个儿的。劈头。因为我后来考虑到说，其实这个节目没有四位主持人是真的没有办法撑下去，所以我们冒不起这个风险，我就换讲段子来逗大家乐。好，太好了，讲段子。其实我们家呢，元宵也好，过年也好呢，我们家猜灯谜是有特别的那个谜面的。我们家猜灯谜呢，年年同一题，但是年年猜不中，这很厉害吧？就是什么题谜面这么难，大家都猜不会。这个谜面呢非常有趣，这个谜面叫做黄国伦我是谁。黄国伦我是谁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老公黄国伦是个艺术家，他要搞音乐的，音符都不会忘，但是他人跟脸从来对不起来。脸盲症。对，然后我们家的人又特别多，我爷爷奶奶呢生了4个儿子4个女儿，所以我有3个叔叔4个姑姑，然后他们又各自都生了3个以上的孩子，所以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干。我光是堂兄弟表妹跟表兄弟姐妹呢，通通都超过20个以上。嚯，你们家搞批发的这是？真厉害，厉害吧？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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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黄国伦跟我结婚，今年已经是第8年了，没有猜对我们家谁是谁过。有一年过年，他跟我舅妈同进一个电梯嘛。然后进去以后呢，我舅妈想说，哎呦，国伦啊，要跟我拜年对吧？我舅妈就一直盯着他，看他什么时候拜年。舅妈而且还一直跟国伦使眼色，意思就是说你要跟我拜年了。对，一直是这样的眼神，坏人。请问你要签名吗？我是你舅妈，我舅妈气死了。然后后来一直跟我念，念了3年到4年，真是玩不玩了？就每一年玩、这个。家里亲戚多是这个样子的，真的。有时候爸妈都分不清，那是你。等一下，你过年才管隔壁叫爹呢。我是说，有时候问爸妈，他们都分不清。哦，这样这样这样。爸妈谁分不清？吓我一跳！大过年的，大过年的，你妈一来，你谁呀、啊？干嘛呀？这到我们家来？我是你爸，我还是你爸呢。对呀、啊，什么？你是我爸？占便宜大过年的。走开！大过年的，飞姐怎么了？哎，怎么了？又动胎气了？哎呦哎呦！其实最开始的元宵节是汉代的情人节，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大家过的都是宵禁，年轻的未出阁的女子基本上到了晚上一定的时间段是不准出去的，但是元宵节的那天晚上，所有的年轻人都可以上街游玩，然后拖着小兔灯，然后猜灯谜。当他看见这个帅哥很帅的时候，小姑娘一看根本不是猜灯谜，他就靠过去啊，哎，先生您觉得这个灯谜的，哎，而且呢趁着大家都抬头看灯谜的时候，哎，下面可以拉着小手，这纸条啊，哎，刷着二维码，刷，对对对，扫一扫，换手机微信，公子你扫我一下，对对对，猜灯谜呢古代也叫射虎，哎呦，射箭的射，老虎的虎，为什么？就是射中它了，就表示猜到它了。哦，对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猜猜灯谜，好不好？好，我出一个谜题，大家猜一猜，来，全场黄国伦我是谁？那是你们家的。哎，对对对，不是这个。闹元宵的闹，闹，打一成语。啊，哎呦，三位老师知道吗？打一个成语啊，门庭若市，你看一下就暴露年龄了，都知道这种成语，还是有智慧的。门庭若市啊，答案是对的。今天我们也来玩一下啊，不过我们今天玩的不一样啊，要看表演猜灯谜。灯谜和表演秀，当然有奖品了，肯定有奖品。两个明星队都来答题啊，答对了我们就请财神爷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包括你们发红包。答错了，我们就请来愤怒的小鸡啊，来惩罚你，捉你啊，捉你。好，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道谜面。大家好，这不快元宵节了吗？今天呢，给大家带一段快板儿。正月15，你吃元宵，吃的我呀，那是烫嘴、烫心、烫舌头。大个儿的元宵吃不够，撑得
个肚子像皮球，家人围着那电视把那电视看，看的什么呀？看的是湖南卫视《天天向上》一对狮子选秀球。不对呀，怎么不对了？他没有对联和灯谜呀。哦，您说这中国传统的对联啊？这样吧，我不出上联，你出一上联。我出，你出，你能对上来吗？你有上联，我就有下联。行。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我有尾，什么有尾我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行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遇山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倒沟，什么人拖刀桥头斩，什么人拉马看春秋，什么人黑什么人白，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迈，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弯着个腰，什么开花没人见，什么开花嘟了一嘴毛，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七到月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身穿抹布口袋。你这个啊，太简单了，你能对上来？不就是个上联吗？来，你听我这下联啊。小车子上山吱扭扭，是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我有尾，是蝎子有尾我有头，反正有腿家中坐，没腿的粮船行九州，赵州桥鲁班修，玉石栏杆圣人流，张果了骑驴桥上走，是长爷推车压倒沟，周仓拖刀桥头站，关公拉马看春秋，罗成白景泽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是月亮圆圆在天边，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抽葫芦圆圆到两边，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薯子开花猫着个腰，糖子开花没人见，老玉米开花肚子一嘴毛，是喜鹊穿青又穿白，乌鸦穿出早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小麻雀身穿抹布口袋。好，但有一个哈。什么呀？你这没灯谜呀。灯谜呀，咱们不猜了，让他们猜去吧。再来翻一个，再来二一个泪，哎呦，再来一个泪，哎呦喂，二位好，二位好，特别喜欢这俩小朋友。那之前啊，他更小，哎呀，他就这，他肯定是越，他不可能是越长越大呀。来，做个自我介绍啊，大家好，看见名字了吗？李，多霸气，李嘉诚。李嘉诚，今年您贵庚几何？我贵庚1008了。他岁数1008个月吧。您是土龟的哈，哇塞，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哎，对，九岁了。哎，艺名叫武龙。武龙，武龙啊，我也9岁。你也9岁。然后我去，你也9岁。您说相声呢？这是相信自己的眼睛。真9岁。真9岁吗？你也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嗯，大家好，我是高伟军，人称华山春爷们，今天我9岁了。今天9岁了啊！哎，得嘞。Happy birthday to you！ 今天9岁了，那你得管他叫师傅。那你俩是分别是跟谁在学艺呢？白老师。他跟我，我跟郭德纲。哦，郭德纲，郭德纲是你师傅。对。接下来提问：什么开花什么嘟噜一嘴毛？哦，什么开花一嘴毛？什么开花一嘴毛？玉米。老玉米。玉米是不是？对。哎呦，玉米是错的，老玉米是对的。老玉米开花，肚子一嘴毛。好，我们的孝心队就开始红包喽！今天观众来答了啊！我们这个里面可是真有钱，有钱的兄弟们。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组，谢谢二位，谢谢二位啊。
棍的双杰伦啊，电影《长城》Great War 有一段无与伦比、气势磅礴的这个双杰棍击鼓，大家特别喜欢，印象贼深刻，深刻的印象。对，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感谢他们的到来啊！这个是导演设计的，还是你们自己就说要这么打？先是导演就是看到我们这样打，觉得特别与众不同，然后就邀请我们参加。导演也不敢有什么想法，你说这几个姑娘，每人两个双截棍。对啊，张艺谋导演，用不用打？因为在古代啊，这个鼓啊，对，它就是一个打仗号令，号令嘛。对，那你们这个击鼓的一些节奏能够表现出什么样的号令？有集合，然后进攻，还有强攻。集合是怎么样？好，来来，我们听一下。进攻。你是我心中最美的君才，怎么让你让心留下来？留下来。好，这是进攻，进攻。好，准备。哎，大家要记鼓点啊，待会儿灯谜就这些东西了。哦，要仔细听。当当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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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强攻好厉害哦！在当年冷兵器的时代，哎，鼓比这还要大。是，当时打仗的时候，战车里面其实就是有专门放着鼓的战鼓，然后是由最孔武有力的军士没错击这个鼓。春风吹，战鼓擂。现在世上谁怕谁，爱谁谁。我之前在新东方学炒菜的时候啊，真的真的，他们也是前面打这个鼓，好几百个学生拿着炒勺，弄那个沙子，然后敲一下，就所有人扬一下，就是这样的。大家一块就是有气势，跟着鼓点一块扬那沙子，有气势。对，亮剑手劲。这个鼓的声音，包括这个节奏啊，跟你的这个心脏跳动那种感觉，对，是差不多的。是。所以你看啊，这个中国的古代冷兵器时代，只要一打鼓，群情激奋，是你自然就会被点着，听着那个鼓点，对对对，然后热血起来，热血起来就敢往前冲，那是。所以有个词语叫鼓舞人心嘛，说得好。好了，几位这些姑娘啊，你们在过年的时候，有没有一回家被催婚的？被催婚的，都是老大难，有吗？小王不回家也催，为了半天就为了这句啊，前面铺垫那么多，这个问题有关系吗？有啊有啊有有，家里都在用鼓在催他们。哎呦，对 对, 对，爸爸妈妈回去也是拿着鼓催，打鼓叫催婚鼓。断，家里没人聊天，互相打鼓，击鼓对话。说说你呢？哎呦，你为什么？哦，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特别方便。就爹妈找一群男的来，啪围坐一圈，击鼓传花，花落在谁手上就跟谁在一起。哎呦，这个方便啊，对不对？啊，那么草率。哇塞，佳琪呢？还好，随缘。就随了一个姓袁的小伙子。对对对，就这样。您就是觉得什么样的男孩子是你能够比较喜欢？对，您这么壮，壮有说话吗？怎么说的？不是不是，怎么说话呢？算了，圆不回去了，就这么着了。我说了，怎么着吧？就因为脸大胳膊粗也没办法了。你可以找那个柔弱一些的呀。那我喜欢有胡渣的。哦，哎呦，你喜欢穿这样的穿西服吗？西服喜欢吗？可以穿西服，也可以穿运动。哎呀，我们俩一块跟他们回去吧。你把我这身换上就行了。对，打鼓啊，其实很费体力。那当然。对，就每次上场之前，是不是要好好的搓一顿，然后？就是卯足了劲儿，不敢吃太多，因为吃多了万一一打吐了怎么办？还会把自己打吐一边。哎呦，接下来是这样的，他们力气来又来了啊，掰手腕。哇塞，哎呦，前锋，前锋，前锋是天天向上的天天大手腕。哎呦，天天兄弟里面啊，最有手腕的哟，就是前锋了。天大棒子，哎呦，北京镇南城、镇西城、镇东城，就是他了，就是前大棒子。前大棒子啊，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就是前大棒子。拳打南山猛虎，说完没有？
姿势都快摆完了，赶紧的吧。钱的腕子是天天向上最有手腕的，哎，不然的话，其他几位兄弟怎么就走了？就他一个人留着。师傅，师傅，哎，但是师傅您没办法，这几位也不是不吃吃干饭的，就中间这位。对，中间这一位，这也是拳打男生敬老院。你会不会说话呀？这是自家兄弟，自家兄弟啊。好嘞，哇，内蒙女汉子啊。补上，韩哥，韩哥啊，嗯，掰之前问一句，说要不要给嘉宾面子？你是这样，你反正今年呢也是一个人回家啊。我们刚才说的是击鼓传花，现在是掰腕子迎亲。哇塞，那个宣言私底下也说过，天天兄弟里面最喜欢的就是前锋。谢谢你，天天兄弟，全世界你最喜欢就是他。你看宣言脸都红了，我。这俩人过日子以后也方便啊！五组的姑娘，三百弄，想买东西，对呀、啊、对呀、啊，富豪都搁这长好了，可以了吗？可以了吗？我呦呦，这姑娘有劲啊！三二一，走走你！加油！蒙古 power！ 加油！加油！咯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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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谁还想跟前锋？前锋，我一回家。结了婚的，下一个，哎，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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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磋一下，切磋一下，切磋一下就。哎呦，你看前锋，你看看，哎呦，前锋真的是万力。哎呀，这叫欺负女儿，其实劲儿已经很大了，他们，嗯，是吗？嗯，娶着这样的媳妇儿多幸福啊！啊，以后扛米啊，扛煤气罐，拎孩子也方便，对呀、啊，拎完一拎就走了。哎，好，接下来我们到了猜这个谜的环节。哦，第二个灯谜，第二个灯谜。哎呦，怎么了？这个。我说了，刚才要仔细观察的。怎么呢？如果答对的话发红包，答错的话两只疯狂的小鸡，风鸡，对，是风鸡啊，对，吹风机啊，疯狂鸡中的战斗机啊。出题目，第一下鼓是左手呢，还是右手呢？刚才他们三二一，反正50%的机会，好像是同时，我没有没有，不可能同时，你就猜一个左手右手，50%的概率。没有，来看你说，右手。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敲过，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来，几位小鸡，看他们的样子，说哪只手都是错的。来，三秒钟给出答案。三，你是右手，你是什么？一，左手右手。我说左手，他说右手，你说什么？王迅，你说什么手？左右手同时，对不对？对，没有，听白客的。右手，他是说右手，右手，右手，真的，刚才就是右手了。我记得他是抡的是。你们对三个人有两个都说右，同时两手一起。我觉得左右手。我跟你讲，其实我刚才在提醒他们，一定要用心观察。对，里面看的最仔细的是王迅，真的啊，最仔细的王迅。哎呦，啊、但是答案呢？答案是右手。飞轮机大道，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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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上第三道谜题，我们有请街舞秀家长，蒙古族的歌舞秀，有请。
哎，再蹦一个，再蹦一个，最后蹦起来两厘米。哎，早点，哎呦喂，蹦一个，太棒了，小朋友们，谢谢，小朋友们。哎呦喂，我天，哎，这个元宵节，大家抱过元宵吗？来，阿锦，元宵，来，阿锦，你姐姐要抱一下你，来抱一下，抱在那儿的，在那儿抱一下姐姐。对，来抱一下元宵。你能抱起来吗？这应该。我们俩还可以。他们都喜欢你。不行，我们仨一起。哇塞，你们跟康，就跟康兵。哇塞！算了，不要，他俩跟大衣柜似的，这样好吗？啊，要给你抱一下。哎呦喂！好温暖哦。这个姐姐，这个姐姐，这个姐姐，抱着好有安全感。对。你是蒙古族对不对？蒙古族。蒙古族到了内蒙古，跟蒙古族的朋友见面的时候。可以说一句话，叫做三班弄，三班弄，三班弄，三班弄是什么意思呀？你好，你好的意思，叫做我们跟他们打个招呼，三二一，三班弄，三班弄，三班弄，蒙古的朋友们，三三，对。然后比如说他跟他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俩人是哥们儿，这俩人就要结为安达，安达，安达就是兄弟，安达，安达，兄弟，来，好，那你介绍一下。你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几岁？身高体重？我跟你讲，今天吃了多少？来，大家好，我是小阿吉，我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今年八岁了，我身高1米9，1米3。身高不重要，身高不重要，体重横着多。我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来到天天向上舞台。是，记住了，希望大家喜欢我。哎呀，当然喜欢你了。真的，我看到他这个双下巴，我就感觉我自己，哎呦喂，我有点欠缺啊。对对，你这个是什么？是口笛吗？还是什么呀？口弦琴。口弦琴。口弦琴。你会演奏吗？还是？哎呦，我们给你听听看。哎哇，哎，这个音乐配合摔倒特别合适。对对。这就是综艺节目后来用的那个东西，就是老用的那个音效，是取的这个音源。哎呦，我卡嘴里了，脸上肉一直在抖。哎，他这个特别适合讲完一个冷笑话，旁边人咚一下。人家也演过电影。哎呦，演过什么电影啊？想不起来了，想想，寻龙诀对不对？寻龙诀，寻龙诀，哎呦！一共演过几个？演过一个，寻龙诀，寻马诀，寻龙诀，寻猴诀，小寻，谁说的？今年是鸡年啊，寻鸡诀。你现在是不是就是每次吃东西得吃的特别的多？一顿吃多少包子？不多了，不多。之前最多的一次吃包子，吃包子吃几个？四十个啊！多大一个？这时候应该配音，对，四十个包子的三个姐姐都吃不完。也不一定，有菲儿在啊。吃的少了一顿吃几个呀？吃39个还是多少？现在吃4-5个。别谦虚，别谦虚啊！底子打得好，对啊。除了唱歌之外，还是草原上的摔跤小能手。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每年都会举行特别好玩的一个大的游戏，叫做纳达姆，对不对？对。对，在那个游戏上面，所有人都在草原上唱歌、跳舞、摔跤、骑马、射箭，狂欢。想当年，我就在纳达姆大会上面射箭，被评为折别。折别是什么意思？神箭手，哇，很厉害的。真的，你看过我那个节目吗？就是很小很小的。哦，对对对，隔20米，还要考虑风向什么的。一箭射穿。加油，队长！厉不厉害？
厉害。在那达慕、嗯、但凡是摔跤摔得好的、嗯、神箭手还有骑马骑得好的、嗯、都是姑娘们特别喜欢的人、对不对？对，受欢迎的是不是？嗯，是。你现在摔跤有没有人喜欢？喜欢。嗯，很喜欢吧。要不然是这样，我们两个演示一下、哦、好不好？这一刻更清晰，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提醒您关注稍用重点。不，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祖父曾经为慈禧和光绪的开封行宫做过灯笼。亲我一下，灯笼给你了，直接、啊、哇，你的了。够一坨，够一坨，够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要不然是这样，我们两个演示一下、哦、好不好？走。哎呦，先跑，慢动作，是因为胖吗？我先握手，握手，然后开始。礼多人不怪，见多人见多，财不怪。开始摔了，哎呦，开始绊，使绊，大德和乐，德和乐。好帅，这干嘛呢？这俩人，哎呦呦呦呦，给撂倒了，哎呦，哎呦呦呦呦，给撂倒了，哎呦，啊。好、哦、你好啊、啊礼仪特别重要、啊、哦，是这样的。对，明轩来试。我跟他吧，搭档。王一博，你跟人帅，王一博弄的就是你、啊、问我跟大老师帅。我哎呦喂，来上场上场，礼仪礼仪上场。好、啊、得跑上来握手。好，开摔。哎，不带隔着别人的。跪下了，大哥饶了我吧，大哥，大哥我不摔了还不行吗？耶、yeah! ！赢了，赢了，赢了，赢了。大哥赢了，大哥双七跪地就算赢了，对，那就算双七跪地就算输了。哇，这个厉害！你是几岁开始学摔跤的呀？五岁。几岁开始吃四十个包子的呀？八岁吧。八岁开始吃四十个包子。如果说新年有个新愿望的话，你新年的愿望是什么？你看这孩子好，过得特别好。嗯。来，拍电影。拍电影，拍电影，拍电影。对，来，你说，这三个姐姐如果拍电影的话，你最想跟谁拍电影？嗯，穿绿衣服的，白衣服的，红衣服的，嗯，最想跟谁拍电影？嗯，咦，这小眼睛眯的，白衣服，啊，白衣服的，白衣服，哎呀，为什么呀？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最高的，最高的，最高的。这是真正的小鲜肉，对吧？对吧？小鲜肉，哎，真的是太肉了啊！嗯，你如果要买个礼物的话，你想要什么礼物？随便说啊，随便说，往大了想，随便说什么？马啊，你看，啊、想要一匹马，送你一匹仿真马，什么的都有啊。马，对，哎，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哎，嚯，我叫田明轩，今年八岁了、哎、我来自美丽的故之乡延吉。延吉、哦、延吉、哦、延吉。如果说新年有个新愿望的话，你新年的愿望是什么？吃四十个包子、哦、就是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哦、还想买一个玩具。光寒叔叔会告诉你爸爸的。哎，接下来啊是这样的啊，我们要有请这个明轩啊、嗯、跟一博，哎呦，来尬一下舞，两个人尬舞。一博，咱们弟兄俩尬起来 ！Yo,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move your body, move your body, yeah. Go, go, go. Break, break it loud, yeah. 机械舞。音乐变了，音乐变了。
哎呀哎呀哎呀！一博蹬腿了，他蹬腿了，一博脱，一博下。哇！哎呦呦呦呦呦！地板动作，地板动作，哦。猪八戒背媳妇儿，哎，这段起舞，起舞，你们俩要起舞，一起跳。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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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哦，最后来一个动作，安定炮，安定炮。好，接下来要猜谜语了，不知道你们观察仔不仔细？哎，刚才蓝精灵站在第几排的哪一边？啊？蓝精灵，对，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刚才他们跳舞的时候有蓝精灵，哪里有蓝精灵？蓝精灵在那边。王迅，对，蓝精灵，王迅绝对是观察仔细的。蓝精灵第几排第几个？蓝精灵应该是那边的，左边还是右边？左边，舞台左边，舞台左边。哎，不是，哎，这是右手吗？左边第一个，不是第一个，左边第一个是机器猫，这是右手吗？没错。第二个应该是蓝精灵吧？再想想，不可能，他不能让这两个颜色串色儿。对呀、啊，你看两个掰开，两个蓝的怎么能排在一块呢？现场的观众，蓝精灵刚才，蓝精灵，菲儿 ，smart， 对对，你问菲儿任何问题，他就是左边第三个，什么？第三个吗？但是这不是题目啊！题目让我们想半天。白忙胡说八道。第三题，白忙胡说。第三题，你们的，你们的，我们的。我的天啊！街舞小朋友跳的那个舞里面有几个 baby？ 哎呦 ，baby baby baby， oh my baby。等一会儿，但是你要想他放了几遍。对 ，baby baby， 哦 ，baby 是一个 ，baby baby， 哦，这是三个 ，baby baby baby， 哦，这是六个，六个 ，baby baby baby， 哦，这是九个。贝贝贝，你这数一年哎，能唱一辈子啊？几个？有几个？到底有几个？真的假的？三、二、完蛋了，一几个？还是没完没了？九个。九个吗？九个。好，一个吃过四十多个包子的人说是九个，那他一定。正确答案是。太厉害了，而且嗓子一出来啊，对，太棒了，这个呢是太燥了，三道弯，呦，云南彝族的传统歌舞，三道弯，这个是逢年过节就会跳吗？还是咱们彝族特有的火把节跳，还是怎么着？只要是有喜事的时候都跳，就除了跳舞以外，还要点篝火晚上。对，这个本来三道弯就是一个篝火晚会的一个动作，点篝火，玩疯了，三道弯旁边大缸。大缸里头的酒，每个人一根大的炉管对着吸，啊，大吸管，对，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那当然啊，彝族过火把节，快乐呀，得嘞，三天三夜一直就跳狂欢，然后篝火不散，宴席不断，哎呦，宴席整整三天，青年男女互诉衷肠，哇，骊山哥谈恋爱，俩人谈恋爱，一直都这么聊着说我爱你。就这么一直走哈，对对对对对，老年人也能跳这么激烈，老有老的跳法，年轻人年轻的跳法，对，不一样。那跳这个舞应该很减肥啊，
这运动量这么大，甩绕啊，这位朋友，对，一组男的就是要保持自己的身材苗条啊，保持，哎呦喂，对，你捂着点，你捂着点说，你捂着点说，你都快顶着第一排观众了啊！一组男孩的身材就得像他这样的，就壮，叫做膀阔腰圆，对，汉子，虎背熊腰，哟。接下来猜灯谜，对，像就累了。来来来，爵士叫星队，来第四题，先歇会儿啊！哎哎哎哎，太累太累，你不用拿。戴老师都知道，戴老师什么不知道？刚才趁我们不注意都看了吧？都看了。戴老师这么多年经验，肯定都知道啊。三道弯是哪三道弯？来，戴军先生能不知道？哎，三道弯这难了。哥几个提醒一下，怎么样？身体的三个部位，一个是腰，腰腿，一个是腿啊，腿弯着吗？腿肯定得弯，要不怎么踢呢？对。哎，对对对，刚才三个部位，对，你这是企鹅。不，你这么一说的话，刚才那个臀撅的也很厉害，臀肯定是一道弯，臀，然后腰，不是，腰是一道弯才能出现臀怎么能变成弯？腰，胸腰臀，胸腰臀，王迅，脖胸臀，觉得有腿哎，白客说三道弯是吧？嗯，腰，110呢还，到底是哪几个？胸腰臀，好，胸腰臀，各位亲爱的朋友，来，哪位给我们演示一下？看看三道弯啊，三道弯，第一道。完，腿是弯的。正确答案是什么？答案是地板坏了。头、胸、腿。特别特别的快乐啊！要不然舞蹈起来，我们也跟着一块儿来呀 ！Everybody， 又开始了。二位上前面领一下，让我们领一下看一眼。这么高兴。身体不协调还跳不起来，真的。哇！而且我要告诉你，大张伟，你要是一直跟他那么跳，女孩子会围着跟你跳。啊？何必呢？啊？何必？我自个儿玩，你高兴的啊？哇，这个特别特别的快乐啊！其实啊，任何时候，任何民族。一旦到了过节的时候，所有人的快乐碰撞在一起，变得更加的快乐。对对对，一个人的忧伤放到所有人快乐里，就变成了西施了。对对对，对不对？大家都是笑开颜，是不是？你看逛灯会啊，吃汤圆啊，都是男女老少元宵节最开心的事情。是的，今天我们的现场张灯结彩，都是出自于河南嘞。哦，灯笼世家，灯笼之神来了。对，老强，这是小灯笼，你看见没有？这些是吗？多么的精美。掌声有请灯笼大。
白客这段你在干嘛呀？你在干嘛？谢谢大家。张老师就是做灯笼，这是到您这儿家里是第七代了，第七代了，第七代了。那么长时间啊，第七代啊啊。这个灯笼啊，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一定要的，各种漂亮，而且制作精美，能转的，能亮的，对，哎呦喂，而且还能讲，有的还有小故事哈，特短的小故事能看见、啊。对对对对，当时家里就是为宫里做灯笼。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祖父曾经为慈禧和光绪的开封行宫做过灯笼，他们那个从西安回京的时候。路过开封，当时的河南巡抚松寿点名让我家为他们做灯笼布置行宫。哇、嗯！啊，就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是这个名声就传播开来了。嗯，当时就是靠技艺吃饭，是一种谋生的手段。那当然，嗯、对，就按照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匠人精神呐、啊。对对，手艺人，工匠精神。嗯，当时开封的巡抚一听，咦，老夫也要来了。嗯，家里点上了灯吧？找谁呢？找谁呢？啊，老张家吧。老张，家不要钱呐？啊，这钱还是要钱。汪老师说的非常对，我就觉得是刚才像一个老乡在和我们交流一样，确实是那样的语境，太标准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慈禧都是这口音的啊。对，是。这个呢，就是最传统的走马灯。咦，走马灯，最传统的走马灯。八弦。对，它就是用那种最传统的材料，竹篾为骨，宣纸为皮。啊。走马灯呢，它为什么好看呢？就是它能动。其实就是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的体现。哦，本身它没有一个对吧？没有一个轴，没有人在里头摇着。对，就点一个蜡烛就自己抖了。这个蜡烛燃烧之后呢，它会产生热空气。哦。热空气上行会遇到这个叶轮。哎，真的耶！叶轮会带动旁边的人物马。越转越快。热动能。走马灯呢，在1000年前的北宋时期，在我们的故乡开封被发明出来。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一直把它当成玩具，就这样玩了1000多年，直到100年前的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吕约瑟博士，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说，这个走马灯的原理就是西方燃气轮机的这种原型。蒸汽机，但是说明咱们心态好，玩1000年，发明它干嘛？对不对？这个灯是？这种灯呢，其实就是按我们的大类分呢，它是有骨架类的灯笼。哦，对，有骨架类的灯笼呢，这个啊、就是说我们先做骨架，然后在骨架上面蒙上灯皮，这样简单的一个形状呢，是古代有一种乐器叫鞭磬。对。那么磬下面挂一条鱼呢？啊、嗯，我们就给它的寓意就是吉庆有余。对、哦，是这个意思。寓意特别好。对对对。啊，那边那个仙人掌是？哦，叫仙人掌啊。这个挺好玩啊。流星锤啊，明明是八楞紫金亮银锤嘛。刚才我们介绍了这种是有骨架类的灯笼。嗯，那么这种灯笼呢，它是没骨架的，所以说我们就看不到像那种透视一样的那种纵横交错的骨架、骨骼一样的东西，就是依靠灯皮自身的相互支撑力去完成的。刚才很奇怪它的形状，对吧？仙人球，就像那种仙人球，就像那种爆炸头。其实呢，它是我们复原的是一种植物，叫吉利。哦，浑身都是刺的那种吉利啊，吉利。对，我想起来了。嗯、中国那个时候最早的地雷，对，就叫吉利，它分为铁吉利和瓦吉利，就是这个吉利，是是，就是当时就打造成这个样子，里面用一些火药，当它爆炸的时候，这些刺儿就能够刺伤这个敌人。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取它的谐音，大吉大利，哦，大吉大利，对，大吉大利，这有意思。这盏灯呢就是坠珠灯，坠珠灯，坠珠灯，坠珠。对，顾名思义呢，它就是用一颗颗五颜六色的珠子穿缀而成的。嗯，过去呢用的全是琉璃珠子，琉璃，那更沉嘛啊，对，更沉。琉璃的折射和透射这种作用呢，让它更加的灿烂，五光十色的，特别的好看啊。这上面的灯也是。对对对，做的吗？这也是我们做的。这一盏灯大概要什么多少价钱？现在呢，我们主要是做的是以传承作为主要对象的。我们家的那个祖宅呢，变成了一个免费对外开放的一个博物馆。在这里面呢，你们可以看到，由于各种原因已经失传的各种各样的灯笼。哎呦，就是为了传承，为了传承，就是你喜欢就送你。就那么重嘛，这么仗义啊，这么仗义。It's for free。您是现场观众，你们觉得好看吗？喜不喜欢？要不要传承一下？哎，当然。赠送这一块呢，只赠送给在校的中小学生了。哎呦哎呦，中小学生了。哎呦哎呦，我看人家灯都不高兴了。哎呦喂，这个灯直接说不，我要留在长沙。对，这种我觉得，
这个就是缘分了。说到要传承的时候，这个灯主动下来了。对，是这样。你们哥几个，三位姑娘，石头剪刀布划出一个胜利者，两边对决，谁赢了谁拿这个灯，怎么样？就按汪老师说的办。一，老强，就这么着了。那边啊，那边赢。石头剪刀布，漂亮，段王爷，戴老师，石头剪刀布，布，哇，菲儿，我大飞姐不愧是常驻嘉宾，两个常驻嘉宾，我跟你说，亲我一下，灯笼给你了，直接亲，啊，你的了，哎呀，我大飞姐，毫不犹豫。这个灯今天跟菲儿的这身衣服还挺搭，真的好搭呀、啊！谢谢！哎呦，菲姐真是，真的赚到了，赚到了！老张啊，这个灯叫个啥名啊？这种灯叫五谷丰灯。五谷丰灯啊，菲儿，对，好寓意，五谷丰灯。啊，我心里现在特别害怕，它再掉下来一盏怎么办？啊，大家说喜欢哪个就冲哪个直手，三二一，掉掉这个！哇塞，这全场都是特异功能是吧？我要告诉大家。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一张非常非常有名的画，就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里面有很多很多人物，他沿街的这些铺面里面就有扎灯笼，因为他是在东京汴梁嘛，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吧。 对， 对，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北宋的开封城呢是世界上第一大城市，在1000年以前的北宋的开封，它就是人口就达到了100万。北宋的皇帝呢，他特别注重这种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对。然后有了他们的这种支持和鼓励呢，开封城内做灯的这种巧匠特别的多。宋代的画是宋代的瓷器，宋代的很多工艺，没错，都是审美当中的巅峰之作。对艺术追求的极致，特别的漂亮。对。现在咱家能够做多少种灯？大概。传统的已经失传的灯笼呢？几乎我们都会复原出来了，都能复原了，都复原出来了，太棒了。然后呢，再做一些创新，我们就尝试着把这些灯笼分成一种种的元素，然后让大家自己去组合。将来我们这个事情做成之后呢，灯笼的种类它是没有上限的，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可以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灯笼。像刚才那个五谷丰灯那个灯，如果要是在市场上要卖的话，多少钱？大概是个什么价钱？我们现在就很少做这种商业的开发，所以说也就没有进行这种商业的评估。无价，无价之宝，无价。老大，我先回去了吧。别，你把存银行把它。来，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应该多多的把中国传统的技艺，类似于这样的舞台，多跟年轻的朋友来介绍。是，年轻的朋友应该还是会喜欢的。对。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喜欢唱昆曲儿啊，对。啊，年轻人也喜欢做手工艺呀、啊，是，对不对？这个太好了。看完了灯。猜完了灯谜，元宵节要干什么？肚子饿了，吃汤圆。现场要不要吃汤圆？吃汤圆，上汤圆喽！太好了，这一刻更清晰。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提醒您关注稍后看点。我们来叫一声。更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看完了灯，猜完了灯谜，元宵节要干什么？肚子饿了，吃汤圆。现场要不要吃汤圆？吃汤圆，上汤圆喽！太好了，买汤圆，买汤圆。汤圆节，元宵节一定要吃汤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各地的特别好吃的汤圆。有的汤圆曾经来过我们节目，是因为他们的好吃。比如说来自我们宁波，宁波钢压狗的。钢压狗，好吃的不得了。钢压狗很厉害的，非常有名，好吃的要命。谢谢。这里有榴莲的，你应该喜欢吃。我不吃啊，你不吃榴莲？没吃嘛，虽然我萨瓦迪卡，但是不吃榴莲。你这个黑芝麻的，黑芝麻，来一个，来一个，特别怕吃黑芝麻的，真的，上海有过这样的故事，就是因为太挤了，钢压狗很火嘛，对，然后都是大家都拼桌，拼桌那个女孩就哎呀黑芝麻的，然后就咬了一个塞到嘴里，眼泪都快下来，太好吃了，但太烫，里面猪油黑芝麻，她一咬，喷出去，对面有个男的喷她一脸，我们那女孩就不好意思说，哎呀你擦一擦擦一擦擦的，咬第二个。又喷了他一脸，然后说：“哎呀，你再擦一下。”那男的说：“小姐，你碗里还有两个，吃完了一起擦，还不如砸人脸上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烫嘴。对，烫嘴。咱们这个到了元宵节的话，大概能够卖多少？加盟店的话，最起码要卖1500份左右。一天，一千五百份，一份几颗？一份六颗。六颗，9000颗，这个厉害了。好，我们接下来，这一家是来自哪儿？
来自上海，上海啊，哪里站？上海那边，就是上海，哎，我们的上海的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鲜肉汤圆，哎呦，鲜肉汤圆，到北京鲜肉汤圆，鲜的不得了，二十年啊没吃过这个汤圆，真的好吃。哎，你稍微等一下，这个还没煮熟的。从我生出来，这家店就是在四川北路上面非常非常有名。然后后来我们家搬走了以后，我外婆就他们的名气就没那么大，没有想念就要我们去打包，他们纯手工，然后呢。每天都要排队，就是我们要去为了我外婆要吃一个汤圆，要去排很长时间队。哎，我想问一下，这哪些？这在台湾的那个汤圆里面大概是什么馅？相当于在台湾很少有这个鲜肉馅儿的，对的。我们印象中汤圆都是甜的，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咸的汤圆。第一次吃鲜肉，第一次吃鲜肉。我跟你讲，它这个汤圆皮特别薄，然后而且里面有汤，这个大概一天能够卖多少？3万多只。三万多，他刚才说你们说9000，他们是3万多，这个只能到他门店吃得到，全手工排长队，所以我们今天真是赚到了，不用预定，直接送到嘴边。对，你那里还有一个半，我已经把咸的吃掉了。这个呢，王群，四川的麻酱汤圆，麻酱汤圆完全是艺术品啊。还带骰子的，清一色，清一色，而且是，对，清一色，3个1、2、3、4、5、6、7、8，3个9万，用成都话说是啥子都可以裹，哎，啥子都可以裹牌，这个是成都这个，熊猫，国宝，里头是什么馅？甘蔗馅的，蔗红糖的，红糖，蔗糖馅，吓我一跳，里头包根甘蔗，吃汤圆还得嚼两下，你直接说你们家汤圆从甘蔗上长出来的呗，哪个呀？油炸汤圆，哎呦，那个还有花椒哦，还有花椒，哇，对，老坛的泡菜，啊，那个味道肯定可以，老坛泡菜，味道肯定可以。这个呢，油炸的，对，为什么这个是黄豆粉？哎，为什么咱们四川啊，他们都是煮的，对，就咱们这个是要炸的。油炸的，四川啊，他对吃的他就是各种方法，他绝对不拘泥于好像汤圆只能煮。哎，也是，对，真的，真的，真的。我们问一下，元宵节为什么要吃汤圆？张爱玲。张爱玲啊，我的天哪，你跟我们讲，哎，这手是谁的呀？一会儿全没了。哎呦，好香啊，真的，鲜肉的，鲜肉，鲜肉。这个元宵节为什么要吃汤圆？意味着家家尝一个，我也来，就是为了要团团圆圆。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锅里正煮着汤圆呢啊，大家待会儿千万不要过早的离开，待会儿汤圆会送到你们面前。汤圆，卖汤圆，烧的的汤圆是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贺岁片是每年合家欢的必需品。没错，为了庆祝这个元宵佳节呢，今天啊，我们天天向上也为大家准备了贺岁大片。传说世间冒出一位旷世奇才，他武功登峰造极，乃天下五绝之一，他就是北丐洪七。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啊，也不配个音乐，多尴尬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表妹儿。谁是你表妹？你是我表妹噻，你认不到我了。哎，你看我就是你的表哥洪七。你骗人，我不可能是你的表妹。你哪个可能不是我表妹了？你不是我表妹，我哪个可能一看到你我就头昏眼花脚抽筋儿啊，抽筋儿啊。咋不晕呢？我还要晕啊，我晕哦。你说你到底想要做什么？表妹，不要过来，我不是你的表妹，你也不要跟别人说我是你的表妹，而且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我喜欢的人就是我的师兄。师
师兄。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哟！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哟！呱呱。那完了。嗯。北京烤鸭。嗯。盐酥鸭。我其实也可以当一只鸡呢。表妹儿。嗯。你不要理他，他就是我的宠物。你的视线还是主要集中在我脸上，其实我是很帅的。你看一看我，我只能用一句包含我真诚意，用心去引的事来求你，请姑娘你听一听，听完我这一句，希望你会不嫌弃。其实我这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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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儿是只有三个字，全部只有三个，一二三Why me?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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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Why me? Why me? Why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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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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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我们来，我们叫一声，我们来，我们叫不要皱着眉。我们来，我们来，我们叫一声，和你哦叫一声，让我来对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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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叫声，欢乐叫一声。Why me?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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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Why me? Why me? Why me? 你你 Why me? 你你 Why me? 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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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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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你爱你爱你我。我们要不练一套眉来眼去剑吧？要得，来吧。好，看我的剑了。剑呢？我的剑呢？剑呢？我的剑呢？你的剑呢？嗨，我的剑来了。来。你看，表哥，你倒是看我一眼呐。不过没得关系，我可以死在你的怀里。新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三公主，再也不要离开我了，你答应我吧。啊？答应我，哼，啊！你是雨千载难见，那些香气也使我极晕眩。你实在夸我真八千，无奈之花，何曾你相见？好姐姐，何忘与你相见？你自在知识尽是痴仙，系唔系个姐？万般优美尽入眼帘。我三世都有幸能遇浓面，痴心早于你相欠。今两相欠，今晚无偏偏，无偏偏，我俩手拖手，爱比金坚，共处相思癫。哎呀喂，共处这酒。深藏唐寅诗的就是死罪，拖出去！夫人，请听我解释。还有什么好解释的？猴年过去是今年，白客给您拜大年，祝您运气冲上天，跟那太阳肩并肩，肤白貌美身材好，祝您有寿永不老，身强力壮身体棒，洪荒之力全用上，财源滚滚荷包满，新年任性买买买，美食美酒吃到饱，生活甜蜜胃口好，新年吉星高高照，运气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
神到，财神到，好心有好报。财神好，财神好，新一年真好。财神到，财神到，好运不会跑。得到好运的你越来越好，越长越漂亮，颜值爆表，工作都顺心，步步升高，身体很健康，胃口好好，恭祝你新年里幸福美好。财神到，财神到，好心有好报。财神好，财神好，新年要真好。财神到，财神到，好运快会好，得到好运累累越来越好，带好运的你越来越好。接下来又到了天天向善的环节了。每逢春节啊，我们就和家人团聚在一起，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在这一刻其实还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比如说警察呀，还有这个医生啊，环卫工人，边防战士，列车员，很多很多，他们都在辛苦的坚守，所以我们才能够如此幸福平安的度过自己的春节。所以我们要向这些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这些朋友们衷心的说一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营房看一看消防战士在这一刻他们是如何度过繁忙的春节的。2017年春节前夕，湖南省益阳市建材市场突发大火，益阳消防支队的战士们接警后火速赶到火灾现场进行扑救。去看一下，上楼去看一下情况。走走走，你们走。哎呀！由于着火面积大，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影响了战士们对内部火情的判断，外面的喷水根本扑灭不了越来越大的火情。一班班长王宏伟只身深入火场去侦查起火的具体位置和内部结构。大家还去一个人侦查一下，快点快点快。当时我进去的时候，四周全是浓烟，我听到那个吊顶有吱吱吱的声音了，他已经承受不了那个压力了，随时都可能坍塌下来。而此时的火势已经迅速蔓延，形势十分危急。出来！王宏伟和战友终于安全地冲了出来。里面可燃物比较多，像家具建材呀，里面发现有种阴燃的现象，表面是打不灭的，人必须要进去内功打一层浇一层，然后再扒出一层，所以烟雾也比较大，温度也比较高。经过整整一天的奋战，火情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为了最终确保现场没有火情隐患，王宏伟再次深入火场内部进行最后的火情排查。经过十几个小时烈火的燃烧，这栋火气斑驳的房子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是王宏伟每天都要面对的工作。结束一天的救火，已经是临近深夜，战士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终于可以整装归队了。春节即将来临，这是这群稚气未脱的95后新兵战士第一个不能回家的春节。王宏伟此时像个家长一样，他组织战士们在营房举办了一个小小的晚会。小皮我亲我亲热心他走走累我走起红面心甘情愿真心好。在生活上他是我们大哥，在训练上他是我们老师。下面有请班长来一个，有请。唱一首父亲，
我父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正如这首他唱了无数遍的歌一样，离家的七年，在王宏伟的心里，最放不下的是他年迈的老父亲。我老妈在我1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老爸一个人又当妈又当爸的把我拉扯长大，让我来当兵，一直到现在他始终是一个人在家，年纪又比较大了，所以对他也是比较亏欠的。喂，爸爸，过年也不能回去，只能自己照顾好自己了。我作为一个儿子，我无能为力啊，真的离那么远。以后等我有出息了，多享几年福嘛。春节，对班长王宏伟而言，是24小时待命的岗位坚守，是整整7年父亲一个人的除夕。一家不圆，万家圆。这是王宏伟春节生活的缩影，也是全中国千千万万的消防战士春节的缩影。在我们阖家团圆的日子里，是那一个个坚实而有力的身影无悔付出，负重前行。让我们对春节期间所有坚守岗位的消防官兵说一句，你们辛苦了。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这一刻，请尽全力拍下手机 ，OPPO R9S， 提醒您关注假期看点。新年假期之后啊，第一个星期的工作，大家一般都很难适应状态。对，天天向上，今天就给大家冠上开年。天天向上，开节第一课，开课啦！听到这个打拐两个字，困疯了吧？对，就觉得自己更要努力去找到这些孩子。地质工作者呢，是研究岩石圈、水圈、生态圈以及圈层耦合的关系，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的。哎呦，我们每天要发布大量的这种天气气候的信息，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我觉得一个房子就是无非4个面，加上天棚加地面，一共6个。如果一个作品能稍微影响到了其他人，我觉得这就是做作品的意义。优秀学生代表关晓彤闪耀亮相，精彩发声。2016，感谢有你。2017，让我们继续同行。下周晚，天天向上，上课别迟到哦。新年耶一耶，我爱你爱你耶，吼海顺海顺耶一耶一耶，吼来年耶一耶，看我们过一耶，更精彩耶耶耶耶耶，吼新年耶一耶，我爱你爱你耶。特别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一夜的面膜天天向上》，也要感谢 OPPO 拍照手机对《一夜的面膜天天向上》大力支持。向上耶，都向上耶。